Hello.我就小小的直播一下，因为我马上要收拾东西回学校了，刚刚排练完，还是很顺利的。马上排练完啊，不是马上排练，已经排练完，马上收拾好行李，我就要回去喽。有一点绿，那没有办法，因为我房间它光就是这样，我还开了这个冷的灯，冷光灯，但是还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点发绿，就很难受。吃了，我刚刚吃了食堂的饭，今天的土豆丝非常的好吃，我吃了一大盘。返图我还没有看到呢，让我去看看。没有，美瞳是正常的颜色啦，就是我整个这个屏幕就是有点发绿，所以才会这样的。我没有饿到，哎，确实现在看起来精神好一点。我刚在车上整个人昏睡过去，就是只给整个人直接睡到就是不知天昏地暗。食堂还有啊，因为可能今天又不是有。一个队在公演，然后一个队在握手，哎，合影，哦，所以在中心的人挺少的，感觉就是少了2个队的主力吃饭干饭人，所以就饭还是很多的，瘦了，真的假的？头上是因为这个，帽子是绿的，对，都带回去，我还没有拆开呢。我真讲，我现在心急死了，我就想立马把它拆开，所以我就只直播一会儿。对，大家今天相欢聚一堂，又可以一起愉快的干饭了。我也想吃好吃的。我决定下周末，因为我忘记下周是哪天公演了。有人还记得吗？提问。上一次，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嘛，而且这次紫色跟之前不一样，我这次还把上面也染了一点，你看上面也有几根是紫色的，之前是从这里咔掉，然后下面是紫，上面是黑，这次是上面有几根是紫的。一周四，然后和周几呢？我请问，周四和周日，然后有插队的公演吗？3号是周六，就啊，那，哎，不过好像他们公演是下午，是吧？那晚上还可以出去吃东西。头发没有一抹绿色，这是帽子，我要说100遍。我把屏幕调亮一点，因为。了，调亮一点，果然看起来更好了。哎，合影。哎，好像没有那么绿嘞，变冷了很多。嘿嘿嘿，什么？不是，我这个是黑色的，无语啦。粉色，其实我看他们说这个紫色后期掉了颜色之后也会变成有点粉色的那种感觉。我之前头发就是要掉的有点灰，有点粉的那种感觉。所以可以同时拥有很多个发色。现在是蓝紫色，然后到时候会变成粉紫色，哎，合影。然后再会变成灰色，可以同时拥有很多个颜色。这个造型真的很好看，我希望我的头发不要油，可以保持到明天，谢谢他。因为现在还没有想好要染什么新的颜色，就很喜欢紫色嘛，所以就想让它能够多停留一会儿，而且我刚好买了好多紫色单品嘛。如果说我现在换成别的颜色的话，那些紫色单品再戴上，就会显得我整个人五颜六色，啥色都有，就不太好。我已经想好了，我连一起旅游的伙伴都找好了。青团，哎，我还没吃呢，我震惊了，我还留了一个那个螺蛳粉味的青团。
我打算等会儿就把它吃掉。哎呀，但是它这个颜色它也不是洗的才会掉，你平时不洗它也会有点磨损，你知道吗？榴莲我也听说，但是我没有吃到，因为我想让大家给我反馈，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得到反馈。咸蛋黄味的倒是很正常啦，就是那个传统味道，哈哈哈，我还想听别人说拿到的青蒜都是什么味道，对啊，万物皆会变成黄色，你染什么到最后都会变黄，真的吗？我想吃螺蛳粉味的。传统，它也算比较传统了，好吧？就是你看现在，就是好多店里面卖的，除了红豆，就是那个肉松，是吧？所以就也是很传统的。你像螺蛳粉、什么腌笃鲜就很不传统了。对，今天怎么说呢？有点奇怪，因为确实是它这个东西味道都很奇怪，它每一个味道都很猎奇。对，就是酸笋味，然后它里面还有那个粉的那种小条条。现在是弄不好呀，但是有一点想吃。高粱饴真的非常火爆，直接发光掉，而且郭爽还直接来当场问我要了高粱饴，非常的深受大家喜欢。旁边圆圆也问我要了好几个。自己留个什么？高粱饴，我这还有一包呢。哎，我放哪儿了？忘记放哪儿了。反正我还留了一包高粱饴，扣扣弹弹还能拉丝。梅干菜啊，吃到梅干菜了吗？我很想吃那个味道，因为我在网上看他们说梅干菜是这几个猎奇味道中最好吃的一个。但是我都没有吃到，我打算再去买一个混合味道的，打算。对啊，就是他问我要，他那个中间的时候来问我要了几个高粱饴，那这次准备的太少了，因为我其实这次准备的已经很多了，我大概买了有30多个呢，我本来想可能会发不完。因为剧场的握手会就是，下次要膨胀一点啊，先买他个50个，好吗？对，以后这种大东西发不了了，我跟你讲，就只能发瓜子，一人一颗。是谁在造谣？明明就有，真的。你问我的粉丝。你问他们，真的有，真的有。对，下次来的话，就是可能，见我一次要排2小时，然后来了之后送你一颗瓜子。好，主要是因为我，就是以前按照以前的判断的话，大概买20个左右就差不多了。这次买了30多个呢，我就想没关系，剩下我自己吃掉。就发光了，哈哈哈！对，真的是非常多，你们要来现场看一看就知道了。对，我还是就是硬剩下了一个。说好的鸭脖呢？怎么没有人带鸭脖来啃？我都把手套准备好了，一包手套没有发完呢。对，下回我要一个味道留一个，没有吃到就真的很难过。有好多很感兴趣的味道，还有一个流沙的，他们说有点像奶黄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还有蓝莓，哎呀，不，反正就是那些味道吧，都是我特别想吃，所以我才买的，but 我竟然没有吃到。而且只留了一个螺蛳粉味的，不过我现在确实是很想吃螺蛳粉了，因为已经好久没吃了。
肉有辣味吗？没有吧，就是应该就哦，应该有那个凤爪味的，好像有凤爪味的，哎，也不知道有没有，记不清楚了，因为它上面都没有写，你知道吗？它那个盒子就一个空白的盒子，上面啥字都没有写。现在还没有到清明嘛，可以到时候再买着吃。真的是盲盒，我震惊啦！因为我想它至少也会标注一下吧，每一盒是什么味道，结果都不是，就是它只是每一个长得不太一样，有些是上面蹲了一个黄色的点儿，有没有蹲了一个红色的点儿，那我又看不懂啦，只有卖的人才能看懂。哎，啊，可是我也没有机会去。哎呀，所以现在只能跟大家聊一会儿了，我马上开始收拾行李了。哎，接了4单，笑死我了。因为我今天就是像这种大型活动嘛，都要精致的收拾一下，我就专门穿了个厚底鞋，还加了个内增高，就很精致今天。很久违的精致了一回，因为我现在都已经，你们要知道，我自从开学之后啊，我天天就是大 T 恤、大卫衣、大运动裤、宽大的牛仔裤，都是这样的，然后今天久违的精致了一下，我都很坦诚的，好吧，我都告诉你们，好吧，好吧，那以后我蹲着握手，好吗？有点过分了啊，我其实希望下次能有坐着的地方，因为我还蛮喜欢在那个咖啡店握手的，咖啡厅，咖啡厅的话就是有位置嘛，有坐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坐着聊。什么？大家都穿内增高，那哇塞，直接我的那个队列高出别人2个头，那种探监的感觉，这说的有点奇怪，啊，确实是，而且在那种会展中心的话，人也很多，就还有很多我也想去握一握的人，就可以推荐给你们，什么？啊，比如，那要到时候有的话才能那个什么，哦，对，剧场的那个铁栏杆，哇塞，确实，那到时候就是去了一整天，然后连我都没有握到，好吧，以后有那种机会再说，我还是很喜欢那种大型握手会那种感觉的。如果有的时候再拉个什么赞助，然后还有吃的可以吃，就很不错，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不喜欢演唱会，我只喜欢演唱会后的握手会。对。今天这个造型我非常中意，但是我又害怕这个颜色也会停留的很短，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专门出了2次街，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积极主动，因为我上次那个紫色，你们知道我第一次染那个紫色超级好看，然后那天卷的那个卷发也是非常的韩，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然后没有想到睡一觉起来之后那个紫色。它就已经没了，哦，怎么会这样呢？对，然后今天这个紫色也是挺好看的，所以我就专门多出了几次街，想要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因为真的说不定一起来就今天晚上睡觉起来，明天没了就很难过，凹一下造型，多留下一点纪念。不过我
我今天还没有自拍呢，好难过。今天在后台一直都挺忙的，没有什么空闲时间，都没有自拍。对，我已经找出我好看的角度了，就是这样。发个抖音很有道理，但是我岂不是又要晚走了？我打算在9点半之前我就要出门嘞，但是我收拾东西肯定至少要收拾半个小时啊，亲爱的朋友们。好的，那不说了，我先自拍一会儿。等一下，我要先录个屏，然后我先把你们的弹幕 mute 掉。现在 mute 掉了，把你们弹幕 mute 掉，然后。找不到最好看那个角度，还有第一个那个角度最好看。好，然后再把弹幕打开。好的，打开了。其实我还想拍那个，就是那个抖音，就是那个喷嚏打喷嚏变装，但是我现在没有打喷嚏之前的那个素材。我现在可以拍那个打喷嚏之后。然后。我打嗝变装什么？那我没有那个素材，没有打嗝前的素材。什么？啊，那不行，那不行。好的，那我现在再录一个素材，然后把弹幕再次 mute 掉，然后假装打喷嚏。好，3、2、1，啊 Q。啊，有点假，再来一次。我想打完喷嚏之后应该干点什么呢？人家的打喷嚏都是，就是很懵的一个状态。好的，我也要再懵一次。好，然后3、2、1，啊 Q，哎，可以吗？再次打开弹幕，点评一下。啊？真的好吗？可以，那就好，那就好。OK，那就跟大家说拜拜，赶紧先把录屏停掉。太久了，手机都要没有内存了。有 feel 了，真的假的？我要保持这种 feel。好的，那大家拜拜。拜拜。